228纪念公园停车场的停车位，一码车在外面等，进不来。228公园旁就是古坑绿穗交流驿站，等坑下面好所在，属于南仁股企业经营，不错。我们另外一个目的地荷包山公荷包村公园，可以到下一个荷包山公园去。乡下地方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尤其是骑脚踏车 ，Google 小姐报的路线就是让你猜不透，真的很难得。水镇竟然这么清澈，心旷神怡。石牛溪吊桥，脚踏车可以进去。城乡铁马道导览图，郡之景，我过去了。吊桥，石牛溪吊桥，围靠右走。城乡铁马道竟然双边都封闭，害我从竹林上牵上来举不起来，好重。在地人弄了一条步道从这里牵上来，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荷包山红花公园，要来做701台湾好行 A9 段荷包处 ，A10 段荷包山红花公园，然后到草岭东壁山庄。现在平日一点。在这里停车，招车，然后回来，再往荷包山、童话公园跟华山咖啡大道。